今天我来到时代倾城一个单位特别是优惠的，咁大家咧就睇睇咧就嗰、那个我哋睇翻呢个单位咧就系、是、三房吓、啊，三房一个好直筒嘅厅，大家估下几多钱？首付25万都可以入门喎、哦，呢、這个单位吓，总价系80万到嘅啫。咁我睇下有里边有咩配套先嗱、啊，大家睇睇先。嗱、啊，一个直条型嘅厅啊，亦都系一个开放式嘅厨房啊。咁我哋睇翻咧，其实同普通单位冇分别嘅，完全一模一样噶。咁我哋睇翻咧里边嘅房间先，三房。啊，咁每一间房咧都系十方嘅，即系话100尺。咁主人房呢边咧就会阔啲噶啦，咁就大约系应该系15方到啦，我估计应该系吓。咁亦都系非常之实用嘅，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喎，呢个系首付25万都可以上到车。如果香港朋友嚟讲，25万可以上车，可以上一个咁嘅单位，仲系响一个仲海高新区。仲海高新區是什麼？是所有很多的初創企業、啊、來自廣東省、啊、東莞、廣州、惠州、深圳的創科的人呢都可以在這裡、啊、做他的電子商貿的。那一個小的單位呢，其實這些小單位呢在租值方面非常之划算的、啊、總銀碼大約是80萬左右啦、啊、那麼首付25萬就可以一個這麼漂亮的單位，咁係一個基本係上車係滿足好多香港朋友嘅需要。OK， 搞掂。即係。